经启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。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，50416116。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，念一下：持戒不堕落三恶道，持戒来世升天。所以佛陀利益众生，第一个行为，他就告诉我们：行为主宰命运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要我们持戒，不是找我们麻烦、约束我们，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意思。啊，就像天气冷了，妈妈叫我们要穿衣服；天气热了，叫我们要吹电扇。各位，冷气够不够强啊？啊，如果不够，你找一个凉的位置。啊，有些地方比较凉，啊，所以贤圣修道也是要接，要做一个贤者，做一个圣者，基本上就是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。
就是戒的意义。三机等见七众通收。那修学佛教最主要是动机啊，动机决定功德。比如说第一个动机，那就是希望现世快乐、健康、有钱、家庭美满、事业顺利，来世还可以更快乐，来世升天。那如果你相信因果观念，所以那你就应该要念一下孝顺父母、超度祖先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生、守五戒、修十善、常布施、供养三宝、帮助贫穷。如果你这样去做呢，那你保证这一辈子快乐，所以来世快乐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佛法的因果，他会用他的心机来做事情啊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好像是成功了，那事实上痛苦更多啊。那我们相信佛法，所以今天要来持戒，一方面忏悔业障，把过去之前种种的恶业，什么是恶业，念一下：杀生、偷盗，跟我念逃漏税这一条很严重啊，因为我经常去欧洲、加拿大，他们没有这一条的，很少人要敢逃漏税的啊，因为那边严得不得了啊。所以，但是在我们这个很正常啊，所以叫两条税，一条报政府，一条自己用，加一条还有私房钱，三条啊。意思因为大家都如此，所以我们就如此。那事实上逃漏税就是因为国家的福利就不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这一点站在菩萨道，你能够准时缴税金，事实上这是一种福报，整个国家花园、社会制度、医疗等等都是靠这些税金来的。如果你想得很远，那你就会投入这个功德啊，因为这是整个国家的。所以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啊，邪淫就男生对不起太太，所以这也是不道德，会破坏家庭。第四个骗人，第五个喝酒等等。所以今天大家来持戒。那第二种动机呢，这最重要了。当然佛教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个人升天下地狱，长得很漂亮，很有钱，智慧很高，天生就很会唱歌，天天就有特殊的才能，而且福报比别人大，这个就是他过去是修来的，所以我们要随喜。所以那自己不好，我们忏悔啊。别人像我以前看人家打篮球，哇，都185公分、190公分，我就有点自卑啊。为什么我只可以踢足球呢？啊，我不能去打篮球呢？啊，所以我教我最矮，所以从小就觉得这个你修得不好啊。那这是为什么？一个人比别人矮一点呢，假设上就是傲慢，看不起别人就矮一点，谦虚啊，尊敬师长，多拜佛，那你就高一点。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果报啊。像佛陀的堂弟难陀，还有帅的比女人还漂亮啊，这是他过去布施了毛巾、肥皂，出家人洗澡的浴室，所以那让出家人洗完澡，个个外表很轻松啊，很快乐啊，所以他皮肤外表比女人还漂亮啊。所以难陀有30相啊，我经常这样宣布，所以等一下下课就会收了一大堆肥皂、毛巾，然后就帮你送给其他出家人啊，所以。这个很简单，行为主宰命运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，但是世间的富贵、福报、漂亮，事实上是暂时的啊。像各位信因果的人，你不用跟人家争这一世，我这一世150公分，那我好好忏悔拜佛也比人家容易拜，所以这个叫看开了啊。那长得高要干嘛？为了成佛，所以我要长得高，这样就好了。为了成佛，我也可以长得矮。众生要我实现什么，我就实现什么。这个就是解脱道，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善跟恶。
所谓的富贵贫贱，就像出家人托钵日中一时，各位去泰国缅甸看他们各个像乞丐一样的啊，但是他们这个叫乞士，虽然他们是乞丐，他们是为了解脱，让众生种福田，特别是农历七月份，念一下供佛斋僧，父母得福报，祖先得超度。原来我们在家这么有钱，还没有福报去超度父母嘞，去改变父母的命运呢？我们要去供养那些持戒的出家人啊，他们修苦行，生活过得比我们苦，但是原来他们为了解脱在修行，为了脱离轮回，因为对他来讲，再高的皇帝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做皇帝，他也知道做皇帝也不究竟，也脱离不了什么来生老病死苦。这个是佛教最主要的意义，生老病死轮回苦啊，那你要解脱生死，那你要消除生死的因，念一下贪嗔痴各种烦恼，贪嗔痴三毒心不除，六道轮回永不停止啊，各位要经常背啊，有贪嗔痴就有六道轮回啊，不是谁制造你生死的，得癌症也好，车祸也好，早死也好，晚死也好，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，心引导行为，这个叫烦恼造业，那你就会受苦。所以第二种根器，了解这个道理，除了现世快乐，断恶修善，持戒布施，进一步呢，各位今天来守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，今天守八关斋戒就不能吃晚餐，夫妻不能一起睡觉，不能去唱歌跳舞，不能戴耳环漂亮，连皮的都不能穿啊！这样呢，除了不伤害众生，断除欲望，没有男女的、吃的、外表的种种的欲望。所以，像有一种闭关七天的，没有床可以睡的，他们就一人一个蒲团，就在那边，没办法，七天。那老和尚不洗澡了。老和尚七天不洗澡不会怎么样，那你我们七天不洗澡冻北条啊，因为我们欲望很重，但是你要叫磨七天，叫阎磨敌啊，文殊菩萨的法门呢、啊？为什么他要空性不是光理论，断除你对身体的爱人的执着，睡觉啊、洗澡啊、干净啊这些，他叫你七天不能动啊，结果叫我去参加，我考虑考虑。随缘不去，我没玩多，对啊，但是他们会有人家排队报名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啊。当然，这有各有各的好处，至少各位了解这个意义。哎呀，能够对身体、金钱、爱情、欲望放得下了，那就是一种自在啊。佛教里面的快乐不是满足，佛教里面的快乐是你没有欲望。那不是快乐了吗？自在了吗？啊，往外求就苦，往内征服，向内心净化。所以今天各位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，除了守五戒以外，断贪欲，得到中等根基的福报。那第三种最重要了，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精髓。农历七月份普渡月，我们精进的守戒，守八关斋戒，回向给所有众生，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成佛，对众生而言愿他们离苦，将来往生净土，未来成佛，以这种念下大悲菩提心，受持八戒。那各位虽然讲这个，但不离开前面的，不离开前面的人天福报的持戒布施，也不离开解脱道的出离心，以这个来受八关斋戒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功德最大啊！《地藏经》说，我们送《地藏经》不要光给回向给自己父母祖先，《地藏经》怎么说？来回向法界。那这个法界有十法界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六道法界，我们持戒受修行诵经回向法界众生，愿他们都成佛。因为自己也发愿要成佛了，那这个功德最大。那你这样回向完以后，
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是因为你为你妈妈而这样做，啊，为生病的人这样做，所以你为你妈妈或生病，反而对方得到的功德是回向法界的功德。所以当然你最后再回向，你自己要回向也可以。所以六道众生离苦，我乃成佛。那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心来受持八关斋戒。当然今天各位如果标准，各位不要光受今天而已，但是开源一下，不要每天晚上不吃，你晚上还可以吃，吃素就好，好不好？大乘的嘛。但是如果你在寺庙就不要吃，这样可不可以？那这样人就多了，这个叫方便。事实上我们出家人晚上也有吃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很持戒没吃的，但是出家人晚上吃是为了度众生啊，跟众生谈佛法，再来有这个体力，三更半夜还去助念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住在寺庙，然后8点半就睡觉了啊，他晚上最好不要吃，因为他们早上一大早要起来了，所以这样来持戒是最好。但是如果在外面，这个像我们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因为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方便，那自己有惭愧心，但是今天就要过午不食，好不好啊？但是农历7月份整个月你都守八关斋戒，但是晚上当作药食，怀着惭愧心来吃，那这样守整个月的大乘八关斋戒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声音就多一点。佛教叫善巧方便，诱拐众生，事实上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，这样你就愿意守啊，你这样守那福报更大。只是说7月份晚上吃，晚上要吃之前记得去施食一下啊，先布施给众生，然后自己怀着惭愧心。为什么要吃？为了要度家里的人，因为各位有家人必须跟家人吃饭嘛啊。如果你因为7月份晚上就不跟老公吃饭，那老公会翻脸的啊，那这样就不慈悲嘛。但是如果是出家人，你跟老公吃什么饭？没有老公老婆了，所以你就自己不吃，好好去打坐修行忏悔，这是合理的。但是如果在家菩萨，那就很难做这样了，不然做9年还真的是出家离婚去了啊。然后你要看情况，所以呢，当然像我跑来跑去度的都是在家菩萨，那久了你当然要陪他们了，对不对？陪他们吃饭，目的谈佛法啊，这样了解了。所以特别解释三机，所以这个三机等见，不分你是修人天福报、修解脱道、修菩萨道，都要持戒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七众都要受戒。那持戒有什么好处？或越三途而直趋人天，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、畜生道，那至少来世投胎做人，乃至做帝王，乃至升天，或超有漏，就解脱到解脱轮回。所以各位，有漏跟无漏怎么讲呢？富贵漂亮感情叫有漏了，不是没有啊，是暂时的。什么叫无漏了？相应于解脱了空性了，叫无漏了。所以站在解脱道叫或超有漏而净登觉岸，觉岸就是解脱彼岸，乃至菩提彼岸。所以五圣运载戒为轴侠，修行按照我们的动机分作五乘，再背一次人乘、天乘，这叫人天下士道，刚刚讲了。再来声闻乘、缘觉乘，声闻就是听闻佛说四圣谛法，叫声闻。那缘觉呢？缘觉生在没有佛陀的时代，没有佛法的时代，因为事情的变化、天气的变化，乃至看到生老病死的因缘，所以他觉悟了，这叫圆觉。我们也叫独觉，独觉就是没有老师啊，他就看到这些变化，那你就觉悟了，叫独觉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声闻、独觉或成佛都是菩提。所以五圣运载人天秤、声闻、缘觉，乃至以人天秤为基础，又有出离心，又发起了大秤菩提心，那就最高秤了，无上秤。
但无论如何都要守戒律。万善克备戒为基本，所以各位于今天来到新店大明讲堂求受八戒者，先当晓了八戒明体次方，与各位一一传授之。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，关者金币之意，这个金币很好听，你能够不要去犯这八条，就把哪一个门关起来，来三恶道门关起来，这样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死亡是一种快乐，不是一种怕畏惧啊！死亡投胎更富贵，投胎升天，投胎去净土，这样快不快乐？所以早一点死吧。我们讲的是死心呢、啊，不会畏惧死啊！有了佛法不怕死，因为来世更快乐。所以很多没学佛的人听我这样讲，哇，我们人生很努力。我说，哎呀，要享受升天二十八层天最低层的那一天，几百年、九百万年，他就觉得他不到，不可能。佛陀讲九百万年，九百万年不用上厕所，没有医院，不需要医院，不用洗衣服，啊，可以娶几百个太太都不会吃醋。所以这叫欲界天，第二层天三千六百万年，这样如续的乘四倍、四十倍，到了第四层天就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快乐。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到了第七层就是天主教的天了，梵天，没有男女欲望，连吃的欲望都没有了。所以各位这样了解，讲给别人听，很多人没办法理喻，真的吗？然后你就看看这世间追求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还不如现在努力的布施，努力的持戒，那来世的庄严啊。但是升天还不就济，那至少以天福再回向极乐世界。继续念，所以为禁闭八事不放故，斋者其意，过中午不食。今天各位中午吃完，晚上不能吃。只能喝水，加糖的水，如果你有糖尿病可以吃啊。八事铸成清净斋体故，所以外在的八事铸成内在的清净，尤其八事与斋体共相支持，又名八支斋法。须知斋一名戒，佛所制定故；戒一名斋，其身口意三业故。这句话最重要，吃斋吃斋，斋讲的就是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清净。修行不能光讲心而已啊，身口也不能光讲外表而已啊。所以虽然出家人外表他们穿得很朴素，内心想东想西，那意不清净，对不对？所以里外如意，叫身口意名为斋，今天把它做好。所以以身业齐则无秽恶，今天身体没有杀生、偷盗、男女淫欲、爱漂亮、放逸等等，口业齐则无诸过失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嘴巴不骗人、不骂人、不说是非、不讲没意义的话，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劝人学佛，好不好啊？各位控制看，可生气的时候不生气，可骂人的时候不骂人，没关系，明天我才骂你啊！我真的守这个规矩的人，我每天都在惹生气，我都忍，你怎么不骂？这个月不行，但是我能够忍了一个月，我下个月自然就忍了。我能够忍一天，明天也就忍了。那你要讲生气，有太多理由可以生气骂人，了解吗？太多理由了啊！那世间变化无常，像我做这么多事情，在每一个地方，甚至每个国家，天天都在变。钱被偷了，什么不见了？我每天都在接这些无常的讯息啊。某人又往生了，某人心肌梗塞走了，这样换人了啊！但是我觉得，我原来修行就是在面对无常。但是我已经念下来，准备好了，允许它发生，接受它变化，好不好？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没问题，不是不会变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意外，我不能接受，那就没有出离心。什么叫出离心？你最爱的东西，你观想而且接受它的变化，慢慢你就会习惯。但是你想它变化，它不见得会变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心里
已经接受他的变化，你就不会执着，不执着你反而可以好好的去照顾他，去爱他啊。所以因为你不会起心动念，这个要练习。所以口其则无诸过，心其最重要，刚刚的内心里面不起心动念，爱的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，所以这个叫烦恼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种种，这些会造成诸漏业因。这句话漏就是生死啊，痛苦叫有漏，所以有漏都不究竟了，大家要追求究竟的人生，好不好？佛陀告诉我们，让他做皇帝，哪有人？你看这个假的佛陀长得帅不帅？假的而已呢，啊，那真的怎么办？所以那没办法形容。所以但是问题是，佛陀的他这个外表他一点都不执着，他只是修好这个外表要度众生这样而已啦，啊，但是内心里面他没有，他是用这个身体声音只是一个幻化的目的，要让对方懂得佛法进入他的心比较重要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乃至农历七月份斋戒期间秉至虔诚，内以六念静其志意，更重要了，守了八条戒律，内心的正念最重要了。第一，念佛慈悲导师。各位，阿弥陀佛伟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，看看经典啊，佛说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，哎呀太殊胜了。阿弥陀佛，药师佛庄不庄严？哎呀，十二大愿，药师七佛。所以每一个菩萨，就像我刚修行，我是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本身故事，我真的是五体投地，太伟大了。历史上真实有这样的人啊。所以各位要面，每一个佛之所以成佛，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在利益众生的时候的过程，以无量劫的痛苦征服自己的贪嗔痴，乃至这个头就被切了一千次，眼睛被拔了百千万次，这个骨头脊髓为众生而奉献，无法计算。所以佛陀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生命身上都流过血，用过他的生命来跟我们结缘，最后成佛了，我们才愿意接受他的教法。慈不慈悲？慈悲。所以我很喜欢这四个字，念一下，慈悲导师。有一天有一个居士叫我给他写毛笔，我就写慈悲导师，他问什么意思，我说做别人的导师了，你要慈悲了啊，你要表现慈悲，用慈悲让别人感动你。他说这个很难呢，我不贴出来啊，贴出来怕被骂啊。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慈悲？可以的，可以慈悲也可以生气，你为什么要选择生气呢？选择恨呢？所以佛陀制定八关斋戒，一天你都做得到，两天你也做得到，一个月你也做得到，一辈子你也做得到，为什么不做？我今天跟各位说，你好好守八关斋戒，我明天给你一千万，做得到吗？你会说整个月好了，我不用上班，你今天守八关斋戒，八十二岁让你变二十八岁，当然好，对不对？原来你都做得到了，谁做不到呢？谁都可以像佛一样的过一天的生活啊，谁都可以像阿罗汉一样过一天的生活，那你为什么要允许你自己去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简单的，就念一下，众生皆有佛性。所以本讲堂义工请注意，以后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，我听到对不？做义工要做人家的慈悲导师，叫义工嘛，啊，义工不是管人的，是被管的，被骂的，你才这样你才消得了业障啊。第三，第二，念法。那你为了要成佛，那你要了解佛陀所修行的法，讲出来的法，信因果啊，出离心啊，空性啊，波罗蜜啊，念一下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、三十七道品、四摄法、四弘誓愿、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这些佛陀的教法，《华严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啊，《阿含经》，那各位要多去读诵思维。第三，念身。那按照佛陀的教法，持戒修行、发菩提心者，那叫人天福田，多去供养这些人天福田啊。
那贫穷的人可以变富贵，三恶道呢可以升天。所以各位，同样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福田跟凡夫，你要做哪一种？人天福田啊，你只要好好持戒，好好持戒。所以在家持戒五戒八戒菩萨戒，出家也好好持戒。所以念佛念法念僧，那各位虽然听得很简单，但是要保持正念不容易啊！等一下你的东西被偷了，等一下你家里打电话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你要保持正念，因为今天守八关斋戒啊，所以用佛法来回向给他。这样第四念天，如果你好好持戒，那来世至少升天长寿安乐。那我们大乘佛教不求人天福报，进一步还要往生净土，好不好啊？无量光无量寿。第五念戒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戒律来净化自己的身口意。第六还要帮助众生，念布施普济贫穷。这个世间啊，没钱只是世间穷，没有佛法还真贫穷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要多弘扬佛法，透过各种方法。那你要弘扬佛法，你要被持戒，一个被接受的人格。如果你这个人会骗人啊，那是动机不好，你讲的法再好，人家不能接受。所以保持六念法，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：第一，不杀害众生；第二，不偷盗；第三，跟我念，全断淫欲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讲，你结婚了还讲好，今天而已。人家说哎呀惭愧摩托、我们出家人可以全断淫欲，讲得很大声、不要光这一辈子，来愿尽未来际全断淫欲，太伟大了、诸佛诸成佛以后就全断淫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对佛来讲，如果佛陀视线结婚，那他有没有淫欲？他是有的，但是他只是一种视线，对他来讲是在喝一杯水一样，他没有心理的欲望啊。当然这是一种成佛以后的不可思议，但是当然在过程里面还是要老实持戒。但是对佛来讲，菩萨戒是心法，他内心里面没有，但是站在解脱道外表要守好。所以至少今天全断淫欲，乃至第八过午不食，离非食时，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轮回。念一下世间轮回苦啊，这一点各位要一直提醒自己啊。假设现在外面温度是40-50度，你就站在太阳下，苦不苦啊？昨天就有一点太阳，有一点热了，对不对？我刚从欧洲回来，回到台湾怎么这么热啊？啊！那欧洲的天气这边就是潮湿，一下机场有两个世界了啊。而且那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晚上没蚊子，真羡慕晚上没蚊子啊。所以我们已经那个网随时都带着到欧洲没用啊。这夜报不一样吧，每个地方夜报不一样。所以脱离世间轮回，得到解脱，解脱根本，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今天有菩萨说：“师父，今天要讲普通话。”哦，是，老菩萨拍谁啊？受持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，各位啊，老实受一天，这12条都可以得到，而且回向给众生，回向法界，回向成佛，一起念来。一。脱离病苦，二消灭罪障，三免除横祸，四远离恶趣，五福报优厚，六成就迅速，七来世尊贵，八得生天上，九往生住缘，十临终欢乐，十一得相好身，十二成佛道缘。我还是要解释一下，药师经说就算有人得重病，我们守7日7夜八关斋戒，再来替他点灯放生持咒，那么
病苦可以消除，可以长寿。所以各位呢，受报万斋戒这一天忏悔持戒，改变命运啊，一日一夜。第二，消除罪障，除了杀死父母的无间罪没办法一时消除，其他的罪业都可消除。所以各位很重要，不能光享受幸福快乐，一定要忏悔业障。你再多钱，结果等你钱赚到了，然后一场车祸，一场重病也来了，跟钱没有关系啊。所以现在有媒体，有网络，随时可以看到世间的变化。所以守报万斋戒，各位多守。如果你觉得你业障重，或是来替父母转业，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替爸爸妈妈转业。像我妈妈得癌症，所以我守报万斋戒一年，发愿出家，这样啊，那我妈妈就好了。所以我想自己好好去做，所以可以消灭众生的罪障。虽然你身体很健康，你知道，我为众生受八关斋戒，当愿众生脱离病苦，当愿众生消灭罪障，啊，这个功德太大了，福报太大了。第三，免除横祸。所以一个人受八关斋戒，地方上无灾无难，没车祸。所以来，你想回向地球，回向法界众生，无有横祸。啊，水灾啊，淹死啊，车祸啊等等。第四，远离恶趣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乃至不好的地方、八难边地，你会远离吧。所以生生世世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念下二十小节，不堕落三恶道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有人拿1亿美金跟你换，你把八关斋戒功德给我，我1亿给你，要不要给？我还是说1亿给我吧，功德回向给你，因为有1亿可以做很多好事的。但是你回向给他，你自己功德更大，而不是说我怎么舍给你，没办法的。但我回向给你，可以的啊。所以各位远离三恶道。第五，福报优厚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你如果发愿投胎做人，念一下600000世福报，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。不用想钱，反正钱跟着你，含着金汤匙来投胎，了解吗？现在很多人叫富二代、富三代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很有福报，福报优厚。像我这个人，大富大品，大富大品。我这辈子，因为我的家庭，我爸爸做大生意，然后忽高忽下，忽高忽下，哦，我已经看开了，所以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但是有钱哦，过了有钱；没钱过了没钱的生活。这个世间就是，但是有钱真好啊。那现在不要钱，那现在还是要更需要钱。有钱可以帮别人，对不对？可以去放生，可以去帮助老人，可以去帮穷人啊。我现在比以前更贪了啊。所以佛经说，菩萨不怕贪，菩萨怕嗔恚。嗔恚会舍弃众生，会下地狱。贪心可以早成佛道。各位要不要贪？贪助念，贪布施，对不对？贪奉献，要这样贪吗？第六，成就迅速。那你会守八关斋戒，可以让你早消业障，开智慧，早有福报。这样了解吗？你老公要做大生意怎么办？来问我，守7天八关斋戒，太太替老公守，好不好啊？你老公打麻将，不要生气，在家里守八关斋戒，回向给他，搞不好人家还赢钱呢，还分一半给你做功德呢。但是你就可以快速成就。第七，来世尊贵，做皇帝，做国王，普达王，守一次八关斋戒，前世做奴隶，这辈子做年轻大国王，高富帅，因为他一个人守八关斋戒，整个国家都被他影响。整个国家都守八关斋戒，因为后来佛陀把普达国王上辈子是奴隶，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小奴隶死了，现在就是你们国王。为什么？过去守八关斋戒，哇，结果全国老百姓六斋日都守八关斋戒，因为他们佛陀给他们证明，而且太多人知道小奴隶了。国王本来没儿子的，居然可以怀孕啊！因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所以各位国王好。各位皇后好，下辈我们好好合作啊！要么你做有钱人做皇帝，那我还是做
穷出家人啊、但是大家好好的去护持三宝。第八，得生天上，升天啊、你要是升过天了、啊、回来看这个世间，真的是比马桶还臭，每个女人都变丑丑猕猴啊，男人都变鳄鱼啊，因为天男天女实在是太美太庄严，没办法形容，所以那时候你的标准就高了啊，所以得生天上，所以各位来当愿众生得生天上，先让他们升天，我们再去度他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不要排斥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你要做个菩萨，你要先去让他们升天，了解吗？所以我经常去祝福啊，愿圣母玛利亚、愿和耶和华、愿上帝带着他们子民升天，好不好、啊？然后我们在天上等他，再带他去净土啊。但是你不能说，哎呀，那个对，那个不对，你都不了解，这些很多神明都是佛菩萨化现的。啊，慈悲化现。第九，往生助缘，念一下：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得中品众生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随愿往生十方净土，包括都算内愿。啊，重不重要？所以往生净土的助缘啊。第十，临终欢乐，祝各位死时快乐，好不好？生没有什么好快乐，死才快乐啊！我妈妈做证明，真的是我妈妈这辈子苦到我心肝都快裂掉了啊！我去年很憔悴啊，因为我妈妈的事情，我觉得太苦了，她命太苦了，再多钱也没用。结果她一往生，我快乐到今天。我说：“你妈死了，你怎么快乐？”就是很快乐，因为他到极乐世界，我哪里不快乐？他时时在祝福我，哇，还跟我说：“儿子啊，妈妈白苦一辈子，终于我知道了，他到死才知道我出家有好处。”啊，所以他现在学我慈悲，所以我哪里不快乐？所以你的父母如果往生净土，你每天心情都很好。所以各位要拼命，好不好啊？农历七月份，好好的把现世父母，让他愿力不退。把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历代祖先念下来，送到净土。对，功德你来修，他只要有信心就好，对不对？你引导他，他就可以得生净土。十一，得相好身，相好庄严啊，像我们这个叫等身佛，就跟人的差不多样子。这样的好处是，你要好好，希望你要发愿来得佛陀三十二相。虽八十随行好，令众生欢喜尊敬，大慈大悲，这是慈悲啊！因为相好庄严，让我们看得很欢喜而学，我也要这样发起菩提心啊！第十二，成佛道缘，大家要不要成佛？八关斋戒是成佛的基本，所以你八关斋做基本，然后呢来发菩提心。好，各位都了解了。希望各位在家里啊，至少睡觉以前就跪在床旁边，这样拜三遍啊，就像每天洗澡，然后每天消业障，每天修惭愧心，这样很好。因为我发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冤亲债主吧，啊，过去轮回过程一定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众生。所以习惯，虽然我没办法像各位这样一天拜一千拜好几遍，我一天在拜九拜啊，但我能够不间断已经不错了啊。每天每天习惯，有个老和尚说，念一下早九拜，早九拜，午九拜，午九拜，晚九拜，晚九拜，快乐活到老，一天才拜十八拜，我们九三二十七，但是他一辈子。他的老和尚非常健康，因为他跟我说连续不断就好了嘛，就经常这样，当然你要拜多一点更好啦。现在很多地方有一种死法，现在很流行，特别在日本，在很多国家，念一下孤独死，就是因为特别西方社会，小孩子十八岁、十九岁就要他们迁户口去外面住啊。老人自己住，
那老人如果一个老伴走了或离婚了，那他就守在房子里面，那很多就是这样就死了，没人知道，啊，叫孤独死。所以现在还多一种行业，就专门在清理孤独死的尸体的，因为呢有些死好几个月，有些都烂了，所以这个行业慢慢也多人在做，特别在日本，这是一种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子女已经根本就把父母给放下了，放弃了啊，他也觉得他事业忙，他没办法去看他，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还定了一个法律，说你多久时间没有去看爸爸妈妈才犯罪啊？这也不得不有这样，因为他们地方更远，然后更有更多理由不回去了啊。所以他定了，我那时候看是一个月一次，我看这个都很困难啊，有些只能做到一年回去一次，对不对？等等，但是我们佛教徒就不行，因为孝顺这是我们的天职，这个身体可以拿来修行，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。啊，站在菩萨道，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顺，你说你会去慈悲众生呢？也不可能。各位要发个愿，来愿敬畏来际。孝顺父母，好不好？你要发这个愿啊！公公婆婆也是父母，公公婆婆也是父母啊，岳父岳母也是父母，你要全心全力的孝顺。所以我的丈母娘今年已经96岁了啊，那我经常回向啊，经常回向，偷偷回向啊，因为我出家我没办法啊，因为我丈母娘是我过去好几世的妈妈，她对我，我出家，我妈还不会抱我哭了。我出家，天天她抱着我哭，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因缘嘛。但是没有这个丈母娘对我这么好，那我出家也会有点障碍那这个就是结善缘吧。搞不好你看我天天回向，她回到96岁了，很多大病苦都可以消除。现在还会打麻将，不错。代表脑筋还在啊，所以但是佛教里面不要说改变什么，就是对方做什么我们就不断回想这样就好了啊，不要内心里面觉得这样好那样不好，对不对？打麻将就跟念佛一样了，不错，这样就好了啊。我爸爸看摔跤，我在旁边看，摔死你，摔死贪嗔痴，又可以我帮他回向啊，因为这样你心平静才可以改变他，对不对？而且他那个不好，他那个不好，你自己最不好，因为你心乱了，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搞坏整个世界。所以各位你要了解，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是心清净，对对方什么事情我们是允许它发生，只有慈悲，这样就好了这是一个起码的力量，你这个力量就可以改变对方。但是如果你心里乱了，起心动念了，不高兴了，担心了，烦了，你反而加重对方的恶业，这点永远记住。一个受完戒的人，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守不杀生戒，你从今天开始守不杀生戒，你以前布施10块，假设是10块的功德，你现在布施10块变成100万，因为你多了一条戒律。这个叫以持戒为基本去修功德，就像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变成60万世的福报。所以在八关斋戒这一天，各位多诵经啊，多忏悔啊，多供养啊，多布施啊，这个福报很大啊。特别在农历7月份，所以因为以戒为基本来做种种的修行功德，福报更大。我们持戒的功德要发一个圆满的愿，所以各位修行叫圆满的两个资粮，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，大家都会背了，但是每天提醒自己比较重要。福德从哪里来？念一下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啊！除了世间的孝顺了、奉事师长，你这4条是福报的来源。你没有福报，做不了事了。特别你要行菩萨道，要以福报做基本。那智慧呢？智慧就是以福报做基础的精进的禅定跟般若观照啊。禅定就是专心不乱，般若观照的是思维缘起甚深。分析一切，请问这个柱子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幻的？这个不叫观，这个叫念而已。观是好好看，里面是钢筋水泥外面是木条，这些东西拆开来
都是各有各的元素，各有各的名字，都假的。原来它只是一个虚幻的，你要看得很清楚，了解吗？观，慢慢你就不会觉得说它是真实的存在，这样了解吗？请问爱情是真的存在还假的？那只是一个梦想而已。啊，你要观，观久以后，爱情走了，随缘。啊，所以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苦跟乐，因为它只是一阵风来，一阵风去。抓，哪有人在抓风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小鸟飞过了，天上是没有痕迹的。但是我们人都想要抓住某个东西，被肯定。今天你被你老公老婆抛弃了，你就觉得自尊受伤害了，我要自杀，不然我要报复，因为你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尊重。请问这个我存不存在？没有我，哪有我的爱情，我的感受呢？哎，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。佛陀叫我们这样去超越一切啊。你慢慢的这样去了解，你就可以超越，这个叫智慧。但是你要这样观，你没有前面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跟禅定的定，然后你就没办法有这个福报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甚至照见万法皆空，甚至照见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人在欺负伤害你，你都还觉得他是佛，因为你看到他的本体，而不会他的暂时的外表所分别，再漂亮再丑，对你来讲，那只是一个暂时的业报啊。所以各位这样去看待一切，所以要有这样子的甚深的观照。所以这两个都圆满了，才能够成佛。那各位平常会想的世俗的事情，那八关斋戒这一件，都让自己像个阿罗汉，像个佛菩萨一样，想的是真理啊，想的是利益众生啊，啊，不要被世俗的影响，练习看看，然后要让自己保持正念，不要打瞌睡啊。我是故意不想啊，就是啊，故意啊。比如说你现在身体很痛，但是如果你一觉得痛，它就一直让你乱，越痛。那你要保持正念，哎呀，这个痛是一种虚幻的一种业报，它是暂时的。然后你专心的来念佛诵经，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痛，甚至这个痛好像突然不见了啊，代表因为你心已经转移在真理，而且有这个法的加持，业就消了。那你要经常这样练习，所以不可起懈怠心，当勤修六念。再念一次：念佛、念佛、念法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僧、念天、念戒、念戒、念布施、念布施。你要想好啊，念佛八十八佛、三十五佛、贤戒千佛，每一个佛怎么样成佛，怎么样利益众生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因为现代人大部分都看手机啊，忙来忙去，慢慢的就没有思维观照的习惯啊。就是说，你要打坐观而把手机关掉，这两个钟头，你坐着也好，走路也好，一直在想着阿弥陀佛怎么帮助众生的，阿弥陀佛怎么样成佛的，极乐世界怎么庄严的，你就想这些啊。然后你把这个佛菩萨思想又变成现代化，我如何用佛陀的思想来推动佛教啊？要怎么去构思？就像你要开个公司，怎么请员工，怎么推广，怎么赚钱，你总要想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思维这种怎么帮助众生的各种的方法，保持这种正念，各位要一直练习啊。我想学佛一定要让别人觉得你真的有改变啊，个性啊、想法、行为真的有改变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八关斋戒功德那么大，回向给众生。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改变，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，叫你去做皇帝你就不要。皇帝的目的也想要影响世界，我要选总统，我要选总理，就希望别人听我的，我可以主宰世界。他不相信佛法，如果你相信佛法，你天天都在主宰世界，对不对？天天都在改变世界，因为你的戒、你的心态，世界一直在改变。今天有个大台风来了，你发一个菩提心，愿台风由大化小变成凉风，会不会变？一定变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不用讲啊，默默行善，因为发菩提心的力量一定会改变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
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宋朝时有一位妙高禅师，道心非常好，昼夜念佛不息。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日子久了难免不打瞌睡。禅师心里想，我用功这么多年，对于生死还没有把握，功夫尚未有见地，而睡魔反倒日日来打岔，像这样天天打瞌睡，功夫怎么能上进呢？于是破下决心，自己跑到高峰岭上，盘膝坐在山崖的边际，下面就是万丈深的山谷。他心想，如果这次打瞌睡的话，跌下去来个倒栽葱，保证粉身碎骨。禅师认为避免自己再次打瞌睡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然而禅师的功夫还没有到家，当他腿直一盘，用功尚未经久，老毛病瞌睡又复发了。有一次打瞌睡真的掉下去了，禅师自己也认定这次死定了。可是当他掉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忽然感觉有人把他拖住送上山来。禅师惊喜问道，是谁救我？空中回答，护法韦陀。禅师想，居然有韦陀菩萨来护法，于是接着问，我这样的修行人世上有多少？空中答曰，过恒河沙数之多，因你有这一念共高心，今后500世不再护你的法。这时禅师痛哭流涕，惭愧万分，心里想，我在这里修行，本来还蒙韦陀菩萨来护法，现因一念共告心生起，今后500世韦陀菩萨不再护我的法了。左思右想，自己叹了口气说道，唉，事已如此，管他护法不护法，我还在这里修我的，修不成一头栽下去摔死算了。于是又将腿子一盘，坐了没有多久，瞌睡又来了，真的又演成个倒栽葱。这次他认为绝对往生了，可是当他要落地的时候，又有人把他拖住送上山来。禅师又惊又喜地问道，又是谁救我？空中回答，护法韦陀。禅师说，你不是说今后500世不护我的法吗？怎么现在又来了？韦陀菩萨说，法师啊，因你刚才一念惭愧心升起，已超过500世之久的时间了。妙高禅师听了这话，当下豁然大悟，由此见寺安僧，广结善缘。精进是能力根本，佛力充足全在精进。精进为因，般若为果，般若为相为体，精进为可能为功用。禅修不但能使人身心调和，专注力和解析力提升，同时由于定力的增上，烦恼容易调伏，戒得因此辗转上增，从而由慧破无明，三毒烦恼永断。
角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孝事父母，当愿众生善事与佛，赞扬一切。这个多分是指在家两宗道友说的，出家孝事与佛呢，多。